詹乃蓁脚踩高跟鞋拍孕妇写真，自曝曾想全裸入镜。詹乃蓁拍摄孕妇写真，图一零娱乐提供，20180303006。一林名模詹乃蓁在2015年步入婚姻，育有大女儿小艾丽，怀第二胎男宝宝7个月，她在老公的鼓励下拍摄孕妇写真，其中詹乃蓁在拍摄过程做出孕妇错误示范，像是踮脚踩高跟鞋，堪称最强孕妇，但她也呼吁大家不要学，因为我是有练过的。詹乃蓁表示，怀第一胎时就有拍摄孕妇写真的计划，但她当时增胖20公斤，觉得自己不好看，怀二宝时老公鼓励她拍孕妇写真，老公觉得现在是健康美，要留下最美的一面。詹乃蓁还透露，我问老公要不要全裸比较好，他还说好啦，但我还是不敢。詹乃蓁拍摄孕妇写真，图一零娱乐提供，20180303006。詹乃蓁与老公感情甜蜜，图一零娱乐提供，20180303006。詹乃蓁在做足功课之余，要求老公配合她拍一些亲肚子、双人黑白剪影等情境互动照，满足她梦想中的孕妇照。身为专业模特的詹乃蓁，即使已身怀6甲，但在整整6小时的拍摄时间，完全不含苦，相当敬业。詹乃蓁怀胎7月，拍摄孕妇写真，图一零娱乐提供，20180303006。